妹妹的情书广播剧《最好的时光》第54集，抱紧眼前人。喂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喺人哋架车里边攞嘢都有嘅，你边只眼睇到我攞你架车嘢啊？个罐头写住你个名噶。我唔该你啦，你都见到我成架车借得呢样嘢噶啦，你自己有咁多咯，你咪当让下我咯。沙士嚟啦，我一家六口啊，我让你，咁边个让我啊？唔该唔该，请问仲有冇呢只罐头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唔好话呢只啊，其实只只都已经差唔多卖晒噶啦。哦，唔该你。喂。点啊？仲买紧嘢啊？系啊，我喺超级市场啊，不过乜都买唔到啊，啲人黐线嘅，见嘢就抢。而家我架车里面啊，得两桶糖咋。不过好彩头先经过药房嗰阵咧，有几盒口罩啫。喂，何水兄，何水兄，你唔使咁紧张，冇事噶。我知道你氹我先咁讲嘅，我有睇新闻噶，杀到嚟啦，分分钟啊！我哋附近已经有大菌者啦。哎呀，你啊，出去做嘢嗰阵小心啲啊，尽量唔好同人哋握咁多手咯。知啦知啦，长气。嗯。希文喺咩度啊？喺咩隔篱啊？梗系唔喺啦，我留低咗佢同终点一齐啊！我依家买完嘢咧，就快走翻屋企噶啦。你咁惊，点解唔叫个终点帮你买啫？咁我谂住依家出边风头火势。个终点又不嬲唔醒喎，我咪自己出去买咯。啊，最醒都系你，买咗几桶糖啊？我仲有买口罩噶。好啦好啦，快啲翻去陪个女啦。知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。上有三个病人出现发烧和感冒的症状。希文，妈咪，妈咪帮你扎条辫仔，靓靓咁样等爹哋翻嚟，好唔好先？好。对唔住啊，希文，妈咪好耐冇带你出街啦。街上面咧，而家有好多细菌，好危险啊！你知唔知啊？连你两个表姐啊都唔使翻学啦。如果你迟几年出世，你话几好咧？嗯。希文有冇挂住爹哋啊？妈咪都好挂住爹哋啊，呢排爹哋少咗好多嘢做啊，唔知我哋仲够唔够钱继续供呢间屋呢？希文啊，沙士嚟咗香港之后呢，有好多人都会病㗎、哦、所以而家爹哋呢就晚晚都喺病房，要作一隻歌去记低呢一件事。嗱、啊、你第时大个呢，如果有人问你乜嘢係沙士啊，你要识答㗎、哦。因为呢件是香港的大事来的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初初认识你爹地那阵啊，他已经成日用音乐去记住每一件事㗎啦。例如他认识妈咪那阵呢，原来他偷偷地作咗隻歌俾我㗎喎。有才华的男仔是特别吸引嘅。希望你第时大个都认识到啲咁叻嘅男仔啦。希文。希文。我系咁喺度讲嘢都瞓得着嘅。好啦，等我抱你入房瞓啦。个女瞓咗啦，我都差唔多瞓啦。你作只歌作成点啊？雪柜里面有嘢食喎。如果你翻到嚟肚饿，就自己叮啦。临瞓记住食维他命 C 啊。其实我哋明明晚晚都一齐瞓噶，但系唔知点解，我每晚都要留言俾你嘅。其实你翻嚟可以整醒我噶，我好挂住你嘅老公。冇嘢啦，拜拜。再见了我的宠爱，谁愿接受这种意外？我确信天真不会错，威力会移山填海。同伴也话我傻，喜欢受挫，宁愿情敌再伤。身边的一个，无奈你最够刺激我，很
想要一包柠檬茶。好啊，喂，余小姐啊，要唔要口罩啊？我有啊，嗱，私伙啊，喂。唔使啦，唔该，我都唔会点出去噶啦。常州人唔系好多人，唔使麻烦啦、啊。你唔好怕麻烦先得噶，嗱，沙士就杀到，如果俾你屋企人知道。你唔戴口罩担心死佢㗎。唉，我知你㗎，后生女贪靓㗎嘛。唉，怪冇啊，人命关天啊。嗱，老细有几个独立包装俾你，旁身啦，嗱，俾你绑住，摇一摇，摇啦摇啦，你摇啦摇啦，绑住啦，绑住。呢几个月我差唔多冇离开过长洲。我每日都係行出去沙滩望下个海，諗下阿爸，再諗下阿哥刘少君同埋何淑卿。喺我嘅世界里面好似又剩返呢几个人。而最可笑嘅係有一个人我已经唔会再见到佢。而另外有两个我唔知道我会唔会再见到佢哋。今日我决定要离开长洲，始终都要出嚟行下嘅。有时啲嘢係你就係你，唔到你諗得咁多。我从来都冇见过咁样嘅中环，街上面完全冇人嘅中环，就连平时会有好多婆婆坐嘅叮叮，里面全部都空空如也。我决定去铜锣湾，唔知点解，我好想去啲多人啲嘅地方。可能系我已经匿埋咗太耐，又或者可能呢一刻我已经完完全全地准备好再次接触呢个世界，偏偏。就是沙士呢个时候。如果跌损咗呢，有伤口暴露喺空气嗰度好危险㗎。你知唔知而家出街好危险呀？头先呢嗰个冇戴口罩嘅叔叔呢就係危险人物啦。如果你见到佢要点做呀？行开。係啦，好叻喎希文。嗱，其实媽咪同希文呢今日都係冒住生命危险出嚟买嘢俾爹哋食㗎咋。你返到屋企呢记得咁样同爹哋讲喎，知唔知呀？知道。嗯。喂。喂，我呀、啊。咦，乜你咁醒嘅，识打俾我？咩事啊？我喺 Times 啊。吓，唔系嘛？你肯出山？咩、啊？突然间想出嚟行下啫嘛，点知出到嚟见到个个都变晒蒙面超人。个个惊死啊嘛！喂，系、啊，你今晚有冇约人食饭啊？冇啊。喂，咁不如上嚟我度食啦 ，Manny 煮饭。唔好啦，我想自己出去行一阵咯。咁好啦，你自己小心啲啦。嗯，好啦，今晚 MSN 见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歌星张国荣晚上由中环一间酒店高处堕下，送院之后证实死亡，现场留有遗书，张警司报道。希文啊，我哋翻屋企啦。唔该，旧山顶度啊，希文过嚟妈咪度。啊。你被接报到 Maggie 张，请留连线张服务。喂 ，Maggie 张啊，张国荣死咗，你知唔知啊？喂。喂。咩啊？咩事啊，老婆？喂，你唔好吓我，咩事啊？我真系好中意张国荣啊。吓？喂。挥发着余香，原来情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闲伤，这么潮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事。
有过倾慕，羡慕你但有心暗来明往，谁说这说是情愫，唔该一杯 cappuccino 啊！好啊，多谢你$27啦，我哋会转头攞出嚟俾你。好啊，唔该。阿芝，圆红芝 ，Benny， 一早睇住你行入去啦，死女，记得我咩仲？梗系记得啦。做紧乜嘢啊？你咁得闲，唔使翻工啊？你唔系啊，我而家做紧 freelance 写紧嘢，即系冇嘢做啦，当多嘢做啊！麻麻地啦，唔算太稳定咯。你细个嗰阵啊，做暑期工嗰阵啊，系咪话自己成日想做乐评人咁样啦？而家点啊？有冇改变主意？冇啊，不过之前喺 P.S. 度做过，佢哋成日都逼我写啲八卦嘢，搞到我冇乜心机做啫嘛。系咪鬼做啦 ？P.S. 你就我有个 friend 啊，啱开咗间杂志社半年，佢哋又做紧两本杂志嘅，一本系讲文化。一本是讲音乐，而家仲请紧人，你知唔知啊？咁本书叫咩名啊 ？Music Scene 啊，有冇听过啊？哦 ，Music Scene 系，哦有追开噶，有追开啊？唔见你试下见啊？你话中意写嗰啲文化嘢嘛，音乐嘢嘛？你唔见你去见？我冇谂过佢哋会请我噶，冇谂过，冇谂过，懒啊懒啊！而家我介绍你啦。啊，嗯，易办事好多嘅。嗱，你去到同阿总编阿东讲话系阿 Benny 契女。哦，多谢契爷。得啦得啦，几廿岁人仲喺度扮 Q， 一啲冇变过啊你。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說是一一度過了所有難關，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分享以下這首歌。這首是特新歌，是給2003年一個紀念，我希望大家聽完這首歌之後，在明晚到了的時候能夠忘記了所有一切在今年令你不開心的事，用最好的心情迎接2004。喂，你還有沒有即食麵啊？冇啦，我谂住落七仔买嘢食，你要点咩？嗯，求其咩都好啦，总之饱就得啦。好啦。嗯。啊，喂喂喂，我想问下你咧，有冇镜花水月嗰只碟啊？我要揾下、啊。妹仔啲碟你唔系齐晒嘅咩？就系争呢只咯。之前问咗唱片公司啲人，佢哋又话未揾到，人哋谂住系煲熟晒啲歌先做访问噶嘛。不是啦，咁人哋阿姐嚟噶嘛，我唔做足准备唔得噶。咁我帮你搵埋先落去啦。嗯，唔该你。现在一节特别消息，女艺人梅艳芳于12月30日凌晨2:50因癌细胞扩散至肺部，影响肺功能而逝世，终年40岁。唔系啩？有一个家人喺游乐场卖唱，喺电视。2003年都到咗最后一日啦。星球由此展开。点解都仲系咁嘅？香港乐坛重要嘅巨星，佢嘅舞台依著丽儿大。不如我哋今晚唔好做啦，算啦。大家翻屋企休息啦。都好嘅，都咁夜啦，不如我兜埋你翻去啦。唔使啦，我想留喺度听一阵歌。哦，咁啊，唔好留太耐啊，听日仲要开工。嗯。啊系啊，啊镜花水月揾到啦。唔该。Thank you.
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54集抱紧眼前人，声音演出依稀饰演何淑卿，阿 wing 饰演余傲之，黄冠中饰演黄仲琪，周柏豪饰演余傲德，林彦文饰演 Maggie 张，邵爷尖饰演 Benny， 林峰饰演余傲之同事，故事及导演马志豪，编剧及制作依稀，监制张文。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，但这一刻耗紧多么确实，无用再觅寻，旧寻人在世，快乐曾还有伤心，但愿爱得最动人，一笑的爱，一生的恨，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。